小小一尺见方的家庭餐饮，竟然让饕客们不惜慕名前往。想来这里应该别有洞天才是。夫妻两人联手经营的创作料理几乎无法被归类，因为这一切食材皆来自女主人巧手栽种的香草花园。一切烹调就像两人的艺术创作般，令人赏心悦目。不仅食色相宜，还带有出人意料的口感。天然的香草，创意的烹调，精致的摆盘，还有饶富趣味的菜名，一切都让人感到视觉与味蕾不断地被冲击。